品一份，参与吧，你就是乡土百事通。伊利从每一个细节实践健康承诺，态度决定品质。玻璃好，门更好。创新科技服务大众，今夜能源科技首特金旺干湿两用机制木炭设备，以各种农作物、树枝、锯末为原料，让资源再生。金旺榨油机全能压榨，一机多用，值得信赖。0105670-5938。油博士榨油机，国家多项专利产品，5级压榨，出油率高。油博士给您更好的。购机热线400-670-9888。华日机械专业制造的粉丝粉条机、米粉米线机、河粉凉皮机、多功能面食机、挂面机，华日机械一机多用。电话400-6929-088。不行的，这你现在想的不行的。看似简单的劳作也有技巧。这怎么吃啊？就是树皮是吧？他们为什么吃橄榄皮？要搅多长时间呀？反正就是。生猪血到底有何妙用？他们用什么办法保持猪肉存放一年都不变质？下期乡土走进大山深处的一块阴之地，看那里普通人家的日常生活。敬请收看《阴之人家》。绿色动力，国际潍柴，潍柴动力提醒您继续收看。耕耘天地间，中央电视台第七套农业节目，北汽威旺CCTV 七农业频道战略合作伙伴。好变频一度到天明，奥克斯空调邀您进入聚焦三农，行走中国粮食主产区，搜寻下收最热点话题，记录当下最真实故事，三下快报，背着战马访三下，念头风云，一切尽在聚焦三农三下特别报道。2013麦田守望，聚焦三农栏目由奥克斯空调冠名播出。畅享舒适，更要省电，奥克斯博客空调。配置智能 ECO 节能模式，好变频，一度到天明。奥克斯空调，要想鱼健康，得从饲料开始。5A 健康饲料，优质原料，质量稳定，健康长得快，还耐运输，鱼健康，操心少。5A 健康饲料，就选5A 饲料。格力发明双级压缩机，改写百年空调历史。-30度至54度强劲制冷热，让空调进入新时代。格力掌握核心科技。数十年来，我们在世界十几个国家从事饲料生产，我们始终视产品品质如生命，因为我们哺育的生命牵系着一个个家庭的健康与幸福。正大饲料，简单快乐，幸福中国，老村长。这辆微车装了92箱，这辆车101箱，这辆车装了135箱。我是北汽威旺205，能装3.9立方的。微客空间网，威旺又领航，北汽威旺。各位好，欢迎您收看聚焦三农三下特别报道2013麦田守望。今天呢，全国小麦几大主产省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。陕西、河南、安徽、江苏、山东等地都已经陆陆续续进入了小麦的收割阶段，而黄淮海地区的大面积开镰也标志着